来都来了是什么梗？在我国广大的农村，邻里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要好的，所以偶尔串个门，也许会碰到谁在家里正在请外来的客人吃饭。这个时候，热情好客的主人就会给你搬上一个凳子，让你坐在席上。大部分人都会推迟一番，不管是真的有事还是不好意思坐下来，主人家都会说：“来都来了，坐下，吃点喝点再走。”当真的有事的时候，就表示有惋惜，而坐下来就彰显的是主人的热情好客。来都来了，也许是希望你在酒席间做某些事情，来让你增加一些融入酒席的气氛。